没有肉，不要，没有肉可以吃，这是捷径，这个捷径哦，饿到哭出来，对吧、啊？他刚真的是饿到那个哭声都出来了。哇，超多钱，没半个黄金啊！超穷，穷、欸、到怕、欸。他自己感觉这边可以跳进去了。你们刚刚也都很衰，运气还算好了、啊。你可以跳上看啦、啊，可以跳直接。有可能他那个矿感觉有机会。哦，为什么二零已经两次都没有参加了？嗯，写这两次的地图有没有？可能都怪怪的。都有什么问题？只是我们没找出來。对啊，你看赌博五次失败，怪怪的。灭世神剑要出来了。哦，又有666了，哇塞！666来了，666，666又要冲出江湖了。然后作者也来，然后辅导也来了，辅导的作者，他们都是自己想到的。等下辅导神剑也要。啊、以后就叫作者辅导太阳算了。啊，他现在就没了。那我可以上面放酸黄瓜哎、欸。酸黄瓜，就是那个海啸，你知道腌酸黄酸黄瓜酸黄瓜吗？酸黄瓜啊啊！你刚说我吗？哎、欸，我在想个转、哦、跳，这好恶心哦！对，海啸这一排啊，我是这样棒可以跳，可是我不忘你原本设计怎么跳。这是什么玩意？这样是可以过去的吗？不要问你们吧，你这就是要自杀了吧？酸黄瓜，你很棒，给你吃黄瓜。给你吃黄瓜，不要那么多，恶心哦！天啊，这个东西，给你吃黄瓜，这太难了啦，这好有点难，什么玩意儿？这太难了啦，这跑酷太难了。啊、没有，有捷径啦，有捷径，有捷径，有捷径，太难了啦，你可以去捷径。酸黄瓜，酸黄瓜，所以你们这边比捷径还难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超难！有那个，欸、有那个黄瓜捷径，黄瓜捷径，黄瓜捷径，走黄瓜了，走黄瓜了！哇！等下，四个看起来会有密集恐惧症啊，好恶哦、喔！哇！我不要看了，我不要看了，好恶心哦、喔！心死了！等一下，一拳上面这太恶心，没有，你换成蛋啊！一疼恶心，开走开，换成海龟蛋啊！哎、欸，怎么把我黄瓜都打掉了？好多人集中在这里哦、喔。太恶心啦、啊！哎呦，这个会跑酷的哦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跑酷的哦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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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哦，杰克，你把人家蛋踩破了啊！哎呦，轻轻踩一下而已，成功！那个很容易破啊！啊！进去了啊！好多累死啊！为什么越来越痛？所以，这个在麦块里的作用到底是什么、啊？钢丝，这个是珊瑚吧？没有，它是那个会发光、海底发光的。哦那个、它是海里面的灯。对啊，它是海上。哦、那个、海灯笼干嘛？那对，海灯笼是海底神殿的，是更值钱的，所以对啊，这是比较新的，这是海中火把、啊就是。海中火把啊！啊，海中火把那样子。一个是海底荧光灯。啊、好恶，你为什么藏好多东西哦？恶心哦！不看了，不看了，不看了！我真的是，我真的是鸡皮疙瘩起来。啊，你现在吃很多酸黄瓜，恶心！有人在彩蛋了啦！哎、欸，不要彩蛋啊！不爽啊，彩蛋！真的，这是什么海龟蛋？是不是？对，海龟蛋啊！不开心就彩蛋。这蛋其实不好踩。踩刚踩蛋那个，马上就说要踩破一颗了。已经赌过啦，赌博。然后那就6000分，中烟大陆哦，那这中烟大陆又来了，要捷径啊，捷径啊，搬开始搬捷径出来了，你说辅导的捷径吗？走捷径哦，捷径哦，海龟蛋之路，海龟蛋之路，等一下，哦，哎，拿铁针砸蛋了，好痛啊！嗯，哇，他们都进来了，打蛋蛋。等一下，我为什么被他们关在一起、啊？等一下，你打破上面，铁针掉下去会弹起来、欸，它就变成那个啦，变成什么？它只能它就变成那个一般的那个，它只能砸破一般的蛋。哇！呜、哦！不要把它砸坏了。就是一把筷子的故事。团结的力量，开放赌博，四个海龟蛋砸不坏。那、啊、你们试过更多的海龟蛋？
好猛哦！大家就开始砸蛋了，不要砸蛋啊，你们！好好玩啊！欸、这个还 不去选队是怎么回事？坑坑坑坑坑坑！直接踢他！对，进去，进去！把它关起来！赶快进水池里面！好疗愈哦，收贝壳！刚好强哦，那就来了，好，7000分。好，好，七起来！不要啊，拜托不要，不要！好，繁星，哎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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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猪国王，新手运来了！猪国王，要开赌！中了！猪猪国，猪猪兵，猪猪打眼睛，猪猪。这版本是没有那个对不对？烟火的，没有烟火，没有没有没有。这个要挖土，蓝色的土很早之前才有啊，现在都没了。刚刚你们去哪校舍啊？哎，要挤挤那个石头。这个是要挖多深啊？换别人。五其实都可以了。啊好。一个，你后面有个铁矿，要不要先挖？这我也。哦，你讲了，你可以挖。讲了你可以挖。哇，杰克，你地上有金砖，可不可以挖？可以。杰克，你户头里有钱，可不可以给我？不行，太坏了，好难过。我都已经把地板的都分给你们了，户头是我的，户头是你的。你上一场把我们的金砖挖走，哎，八这边差一块，差一块，对面对面对面，巧克力对面，上去上去，哎呦，这里这里这里，哦哦哦，好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战争了。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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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谁要去拿鞘翅啊？我不想拿了，拿累了。你就拿了，然后丢虚空了。哦，拿了直接丢掉了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对面拿走好啊。青胸甲一样会不见啊。团团要玩吗？好啊，等一下来去。我先挖到十块。你至少要带一组以上哦。那下面没有洞窟吗？你后面有那个一点点石头。好高，我要一组多的石头。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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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了，哎，我刚怎么上去的？哦好，可是有110嘞，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在哪。超强哎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就床上啊，就床上啊，跟那个一样，跟原本世界的一样。好的，嗯，要拿两边哦，速度。好，我上去我上去。哎，你要石头吗？我给。嗨嗨嗨，我就去对面那边拿，我去对面。好好好好好，等等我丢在那个船底下。我挖一个上去啊，你还是断了。等等，那个船那边有石头。船好，是不是快睡着一样？好，快睡着。我们今天讲话要这样，哎，对，我们要这样。今天讲话这样子讲话，哦，太大了，好，有事吗？东西我挖掉了，哇，那个挖不掉的直接就跳跟谁啊？哇哇，气怒了，直接放弃啊！运动加崩饭哦，他挖走就直接掉，结果就运动加嘞，加加加，努力，运动加呢？我觉得他们会崩，受不了，小波。什么？你好，小波。啊，他们疯了！电闪，那明明就是丁，哎，烦是丁丁吗 ？TC 啦 ，TC 啦 ，TC 在线上啦！哦，好，他们把翅膀拿走了，他们翅膀拿走了，还知道熊猫滚到地上？不要，熊猫滚在地上，滚到地上。巧克力算是东西吗？在哪里？有之前有讲啊，在那个你要的话，我可以这时候，我可以贴链接给你。巧克力不知道。哇哦！忘记了，不要知道比较好。自信宝宝，不要知道，团团就在床上滚来滚去，滚来滚去，滚到他尿床板上，砰！然后就疑惑的看着他一下，可恶！地上，就熊猫滚到地上，啊，下去挖矿啊！不要气嘛！你是怎么下去的？我走下去的。我觉得这地图赌博已经不好玩。你跳下来的吧？那就不要赌啊！戒赌了，戒赌了，戒赌了。可以炸，这个地图想炸了点。等下跟你讲。我想放高利贷。这么讨厌妹子，你想放高利贷？那鸡悄悄就你撒手。哎，不要讲撒小哦。你要讲三个小朋友，被人家套，
我们不能讲擦边球，对，我们不能讲擦边球，我们不能讲擦边球，只能说间谍坏事高。哦，升级稿子啊？有没有稿子？去升级稿子。三楼，在三楼，三楼那个石头后面。干嘛啦？做什么？我跟妹子讲话，她想切换到输入法。那你就给他改输入法，倒啊！哇，好多黄金，好多黄金，弄回去。地板要补。哎，三千块谁不喜欢啊？你给我三个小朋友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觉得还不错哎。我现在大赚小朋友吗？我们还喜欢四个小朋友的呢，只是只地球。是不是有人把我那一条的黄金都挖走了？哇，杰哥，一拳有人来了哦。敌人早就都来了，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哎呦，吓死我！赶快直接挖掉了啦！赶快挖掉啊！对面一些抢钱的过来，赶快哦、喔！凡心应该不会说那个妹子就是这一个吧？咖啡色跟粉红色，对，这就是那个怒跳 gain 的哦，怒跳 gain 超气的那个怒跳 gain 的，怒跳 gain 丢犀利哦！哎呦，来来，奴隶三了，奴隶三了，兄弟没嘛？一个金砖是多少？一个金矿是多少钱？金矿是五十吧？金矿金矿十块，十块十块吧？金矿是十块。谁在那边丢垃圾？杰瑞，不不不不，哈啊！杰瑞好，杰瑞，不是啦，杰瑞，不要乱丢，他说什么他自己跳下去了，快！不要乱丢垃圾，垃圾说好一天更正哦。哎呀，疼疼疼！一万根吗？好恐怖啊！金砖四十哦，我也是五十，为什么不要五十啊？对啊，坐着坐着没来啊？我记得上次他说金砖被nerf。哦哦哦！他什么时候 buff 啊？我没在听他讲话。哦，好，你就没在听他讲，怪人家不来了。哦，我听，他的小恶灵的心受伤了。小恶灵，小恶灵，小恶灵，小恶魔，小恶灵的心，心理好不好？原来是小恶灵，小恶灵的心。你好了解哦，团团，不是团团这么了解啊？不能擦边球。擦边球哦，那是你的桥。哎呦，我走了。你都有你的小恶灵灵的心了。我没有。是小恶灵，不是恶灵哦，是小恶灵哦。他到底想干嘛？团团，你这个，我在帮你赌这个东西，就你自己跳下去。他喜欢跌下去。你真的是哦。我自己上楼，你想上去吗？想去找二零。哈？开始挖不到。哎，几？现在可以直接炸了吗？啊！现在这里是怎样？十分钟才可以。好。不上去啊！我们家好特别，我们家好特别啊！你不要低两次，低两次我也上不去。哎，这怎么点？这怎么走啦？不是啊，你这个路上不去的。你看到这边会不会这边会点头？乱七八糟的，这样感觉是刚刚好运，现在就不好运了。这个路是谁？这个路是谁设计的啦？差评。你怎么打呀？我要大多复评哦！哎呦，还是褒贬不一，请评论一下。贬上去了，褒贬不一啊，褒贬不一啊！哈哈哈哈！我把他们上楼的路封起来啦！我们家上楼的也被封了，我们也上不了楼了。我知道，他还在搞啊，所以不想让未来这边搞他们。啊！封印别人也封印自己，因为他先封啊，我就封回去啊。礼尚往来，上楼，礼尚往来，很轻松啊。你一定走错洞了。不是，你回家就知道了。
哦，你说家里的啊？对，哦，白痴哦，白痴。他现在还在破坏我们的家园，就那个小朋友家里啊，就那个一群小朋友呢。哦，我的女孩子没有哦，反正等一下就这样嘛。你们这样，等一下每一颗都不趴哦。哇塞，很坏，我要玩肚子自己摔了。然后好运熊猫生气了，好运熊猫不到你家了，原本要来拜访的喽，不到你家了，超凶。怎么又有隔壁的人跑过来？你说邻居吗？就一个蓝蓝的人。我没有很大声啊，刚跑过来，蓝蓝的，没有很大声，一起逛逛。来啊，要挖一起挖，凑坐的，我就是哦。然后后面那个，要开战哦，这好烦啊，开挖，哦。哦，你那什么爆饼啊？你回去啊！不到，气不不，气不不，哎呀，掉在洞了，好像没挖到，可惜。没事没事，已经不想活在同一个世界了。好了，他走了，可以补了。手榴弹捷径，那个中间不用补了，我们上楼从外面上去就好了。那个不是上次那个猪吗？要猪什么猪猪神剑？外面的。啊，刚刚我们有讲啊。对啊，六六六神刀，没有没有，他刚刚有跟正是神刀，不是神剑，神刀，他喜欢刀啊，不是剑啊，我们喜欢剑啊，对吧？怎样？喜欢耍剑啊，对吧？你怎么那么开心？我觉得这不擦边了啊，我们真的喜欢剑啊，这个哎，有人来我们家打架啦。打回去啊！他买东西，他打我，救命救命！我是那种绿宝石，哇，没水准！哇，我哪里死了？哇，哪里死了啦？没水准呢、欸？那他是想怎样？想跳下去是不是？你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呢、啊？不信哦，自己的家不回，哦，有家归不得啊！归别人家啦！摔呀摔呀，笑死你！哇塞！超气气不不！那些钱买你的摔死爽！哇塞！来这里！来啊来啊，先来个天眼呢！哎，旁边有个隐形的，哈哈哈！